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破你的鸭子船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Pinky 啊 ，Pinky Pony。哦，然后有漂亮的鸭子船。再来试试看哟！哇，这好神奇的玩具啊！它这个船的轮，它会转的时候就会出这样的好听的音乐呀！对，OK， 好了，那把这个机船机 ，OK， 好了 ，OK。哦，这两边弄好了，然后呢 ？OK， 哦，安全的就好了，哈哈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练习也好了，那我要准备出发了 ，Pinky 呀 ，Pinky 哟 ，Pinky 呀，哇，你今天去哪啦？哦，对呀，你坐这么漂亮的粉色鸭子船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这个鸭子船怎么样？好漂亮吧？真的好漂亮哦！所以啊，我今天要去那个江，然后试试坐这个船呢。真的吗？那么我们也能坐船吗？试一试吧，试一试，你们上船吧。好的，谢谢喽。我坐好了。我呢，我也要坐船啊！六，咻！那你们都想好了吧？想好了，想好了，好，那准备出发！朋友们，朋友们，那边有好朋友呢，有朋友的，对了，那你们要去吧。哇，好的，那我要下去了。咻咻咻咻咻咻，我也。啊，朋友们，来吧来吧。朋友们呢，我们快点去 Pinky Pony 吧。我们刚刚坐了粉色鸭子船呢。啊，粉色鸭子船呢？我很喜欢粉色呀，还有粉色鸭子船，我想看看。是吧？快点来吧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呀，这船好像公主一样啊！哇塞，这个好漂亮的船呢、啊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有吧？有粉色鸭子船吧？哈哈哈哈！哇，真的呀！哈哈，我想穿呢，我想坐船啊！你进不去的，你坐不了的。我想坐船呢，我想要坐一下，去。哦，这不行，你太大了，这个是小孩吗？就穿的。你跟我是朋友啊？啊，对呀，朋友是朋友的，不过就你的个子太高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我就是坐就 OK 了，对吧？那我要出发啦。出发！孩子听音乐呀、啊，孩子声音开不了呢。看看你，哎呦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啊，真的呀，这不行啦！啊，妈妈，我下了，那你试试看，对吧？我说的对吧？我要去减肥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，跟大家见面，再见。